结果那就糟糕了。没关系，肯吃奶哦。超级解说语文，学习地学习语啊，你知道啊，好自信的哟，对吧？一定要啊，你们小朋友너무이쁘시죠非常漂亮。어떤세계의사랑처럼되게아름다운사랑이야기유명합니다第六感制作人丁哲明赞许熙媛很漂亮，具俊晔世纪爱情故事在韩国超红。我是丁哲明，谢谢你们请我来。节目制作人丁哲明丁 PD 受邀来台担任第57届金钟奖颁奖人，期间抽空接受三立新闻网专访，透露当综艺节目的 PD 是他的天职，尽管再辛苦也没想过放弃。可不可以请 PD 分享说他最久就是多久没睡觉，然后就觉得最辛苦的一次经验是哪一次？잠을안잤다고표현하면정확히기억은나지않지만런닝맨을할때5주의하루를찼습니다5주의하루를찼는데5주의하루네그렇게한3년정도를지낸것같아요근데그때는왜이렇게못쉬지라고생각할겨를도없이이촬영끝나면바로그다음촬영이끝나면또바로그다음아이디어해서그냥몰입해서그냥그세계에서그렇게오래살았던것같아요얼마나오래못잤냐그러면깊게수면을해본기억이그몇년동안없었던것같습니다그래서 PD 피부가진짜많아웃긴게저는가장피곤할때피부가하얘지거든요그래서항상회사다닐때선배들이제일힘들때오면야얼굴좋아보인다라고생각하는그런게있습니다但他有生病的经验吗러닝맨초반조연출할때이제이런생활에익숙하지않은상태에서너무오래못쉬고계속편집하고일하고편집하고일하다가위에구멍이난적이있습니다그때는너무제가요령이없는상태에서너무잘하고싶은마음에막스트레스를받았는데이제연차가좀지나고나서는굉장히이제그걸 조절하는것부터PD 有看过台湾的影视作品吗？有没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그시절내가좋아했던소녀천혜씨씨나온거굉장히인상깊었습니다我准备了几个台湾艺人的照片，想问他说看有没有认识的这样子。那就糟糕了。没关系，肯吃奶哦。志宇，嗨。서희재서희원。徐熙娣徐熙媛啊，你知道啊？哦，아시네요맞죠对吧？어떻게아시는지궁금하시다고요준혁형님이셔가지고那个是新闻在韩国很红吗？아네그럼요对啊어떤세계의사랑처럼되게아름다운사랑이야기로유명합니다那有没有觉得大 S 蛮漂亮的？너무이쁘시죠非常漂亮。이거말할수없는일을주관중기름이이영화도엄청재밌는것같습니다감사합니다谢谢，辛苦了。